怪，啊，哪有猫的声音嘛？该不又是哪个没良心的人把猫遗弃在这边吧？啊，那救个也可怜了呢。太恐怖了，竟然还有鳄鱼和熊猫的叫声呢！你去那边看看好了。哎呦呀，我的天，没想到还有流浪鳄鱼呢！我太肥了，如果你吃我，你一定会噎死的。干嘛？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死鳄鱼，你不要过来啊！哈，那只猫呢？猫在哪里啊？你不要过来了！哎呦！